欢迎回来，我又回来了。No more too far。那么，去商店找找吧。玩到哪里？找姐姐？哪里啊？就是你讲话好像我知道哪里，这里吧？这哪？商店姐，就是我现在要走下，走下，走下，过这个路，过这个铁路，走下，走下，走下。OK。有点大声了。姐姐，我来了，姐姐。哎，走那边吧。你这么啊？不是有这个可以移动的吗？看到吗？Interesting. 是不是有咩啦 ？Interesting. You see, we got set up down, no need walker. 噔噔噔。What are you doing? 他拉着我了。好啊。怎样？跑不到。你这个。这电话亭有问题，那干啥在那边？他现在就跑出来了，就是这样，我感中啊，正红色的福子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为什么有？你可以多玩些吗？什么叫抓完？你看他们！哇！你还在抓痒 ？Ridiculous！ 我过敏。哈哈哈！现在走到这里。喂，他一直有。哦，这是直直走的，吓死了。因为我就商店街到了。咦，南边的钥匙，东南在下面呢。哎呦！挡住了，你怎么不走回刚才那边？这里不是也是有路吗？没有才走回去啊？东南嘛南，全部都盖起来。还没有解锁吧？绿三三三，你是要吓我？你要拿这个就等于吓我。纸飞机。You're going too far。全部挡住。不走不回上去吧。有一条路可以进来。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三更半夜要在这里，这个白色是。我搞回去到。很好奇。怎么不知道。我要吃那个帽子。它是按下去吧？那我刚刚看的那个东西，我是不是被按扁？对，这个白色的。什么意思的？打电话，必须投诉，我投诉你。你货来了。怎么你知道是开这个了？危险呗，刚刚捡到的。那有电话。知道。啊？怎么的？有电话没？知道。那你就冰冰了。没有电话。电话声。应该找到一把钥匙。是的。What is this？ 来到了恐怖的世界。我意思，等一下。哇！那怎样？好哦。去里面。你谁来？没有，他不在这里啊。我整条蜈蚣。又恶心死。还是过不去。要拿两个钥匙才可以进去啊。那咋办呢？走回去看。哦，也恶心啊！这里应该还有一把钥匙。啊！
只是吓你。所以那个门可以从这里开了吧？是吗？那我去开一下吧。你这脚很恶心啊！我不能，这样是打不开。耶，可以走吗？这个脚？走上来，走上来，寻找出口吧。那我走回出去不就好了吗？我不明白这个游戏想要我玩什么。那砸下来我是可以闪还是不能闪的呀？喂喂，是不是很走过来这里是吗？你要走上，你要躲过他。好像我知道他会上还是下这一阶段。他不在这下面面。然后你跟我讲，然后我要走上来走下。这个主要靠左啦，靠左。那靠左啦，太慢，靠左。靠你的头，我要左。要走到没有他这个脚的地方。哎，我以为声音没有了。我进去的意思啊，不要刺我，你刺了我这么多次了啊，不要刺我，他就走了吗？橙色里面的电话，你要进去接那电话你就出来。等一下他开了路给我，我要走进去，不要进去。不是啊，哇，为什么你不说出来？那边不是还有路吗？下面那个电话声都不在这里，重点明明是在这里。这边Ridiculous。哪里？诶，这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在这里。拼图是，这有点远吧？这个电话声，刚刚的电话亭啊。真的吗？我只是合理的猜测。来了，所以才是笨蛋呢。有盐，把盐归回原处。那我要停还是不要停？你就是可以进来，然后去那个世界，然后把盐归回原。盐放在哪里？原处 is where？ 不知道。盐就放在厨房哦。可以不要卡我嘛？北东南西北，北是上面哦。就是刚才那个门哦。哦，这电话到底要进去还不要进去啊？是什么？这两个东西？不明白，可以看还是不可以看的？哎。是完蛋了，你又不能走上去。哎，可是你进来，他就没有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你要接这个电话，然后去找另外一个电话，是什么 ？I don't know 啊，这个游戏。这个、游戏我不明啊，到处电话都可以走来走去，不是？对。所以你要用这个电话来绕过这些人。盐是这个吧？真的没？啊，就是盐。放了这个盐、哦，就是刚才那几个，看好像有三个呢。对啊，这里有个。你不可以靠近这个地方。我要先解掉这一格，或者下面那一格。这是有是吗？不是、啊。在这个红色世界里是没有那个管的，又没有那个白鬼的，你懂吗？就是我要在。我要在这个红色世界
该是吧，跟我玩。啊！完了。从下面绕过吧。下面绕过。Whoa, no, you cannot move this way anymore. 怎么你要忙啥？我想看哪里玩。他说在这里就代表这条路不能走啊。他在这里就代表玩在附近啊。什么？对啊。不是这条路完全不可以走吗？刚刚那个鬼这边不是有一只的吗？我去放了个碗，那个鬼就不见了。这一个妖怪，这个我解了吧？我应该是解了下面的这个门。这就出来了，这又不在里面。对，就是本来这里也是有妖怪的，因为我放了这个，所以解了。然后这里又有妖怪。啊，这里又有妖怪，就是我怎么可以？解到这是个妖怪啊，是我要去外面解吗？不是吗？你讲在里面，你一直讲这个碗在里面，我在里面都没有看到别的碗。你看，也到处都是这个垃圾鬼。我要找碗。是不是之前你走过了吗？这里。对啊。所以你想办法靠左，可能 maybe 可以绕进去啊。这边。对。那边还有一只啊？不会。这边绕进去没有用啊，这边没有碗啊。你碗还没有电话呢，这里是有一个电话的、啊，哎，这有个碗，哎，垃圾，然后是灭哪一个？不一定灭的吧，没有灭到，他只是要你避过那个，不要太靠近他，绕过去喽。这本来有一个是鬼的，哦，这就是中间那个、哦，刚才本来这有鬼的是吗？啊啊，那是，哎，不记得。中间的。我记得下面有一个吧。对啊，从这边冲过去，然后。这边啦、啊。走下面绕过那个门，不是鬼，不知道会不会过。那不是有一个门吗？绕过那个门，走下去下面。哦 ，OK， 拜。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看着的？啊，这边有个。灭掉这个，然后呢？不能吧，这里好像进不去了。观察不是灭，哎，你看挡住不行，要不然就走下面，靠着下面那个光。对，不行。不变，他在这里呢。他看到你在拦着我。哎，看不到我。哦。这条路就不能走了。是跟那个铁门有关系的、啊，铁门是在那个最里面咩？就是那个铁门都还没有解吧？我现在就是。对，铁门最下面的那个没有解。是想这个门啊，里面就一只鬼啊。里面就一只。可能我刚刚撒了盐，它消失了。哎，哪？哎，对吧？哎，就是这里啊！哎呦，这是最后啦！你可以走过去吗？你还跑这么快？我是不是厉害嘞？快点说我厉害！你怕死？我这种速度取决于……你要去神社还是什么？对啊，这对这也是骗人的，这个是根本就是一个玩偶了，不是那个妖怪了。我回来啦！哦、oh, ，我送你两只。不是这姐姐咩？红色护身符，盐加又要放盐。原来他不是化妖怪，他把我拍扁了三次，只三次嘛。好完啦，耶、yeah! ！关于鬼怪，我在城镇里遇到很多可怕的事，我还会再遇到多少可怕的事呢？会比之前的还要可怕吗？不过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姐姐会死掉，所以姐姐呢？然后现在，原来105度，你要先出来，你要看戏才可以知道。看戏啊？这
最好是有。他是会跟你讲、哎、哦，张弟弟没有找到姐姐，这样他应该是去那边，去那边找他吧。最好是有戏看，没有啊，没有戏给你看。没有戏。哎，有啊有啊有啊。没有戏啦。嘿嘿戏就是我挂了。在你晚上不要出门，你不听。你要走了不 ？Can you walk? Cannot. 你被人家捉进一个箱子里面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瞬移。一个很恐怖的。必须寻找出口。一个很恐怖的声音。OK， 下集再见。可以看一下地图先，再下集再见。那是我控制的。你们？对呀、啊，还在看书。他怎么了？可能他也是好的。妈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一个恶心的东西哦。寻找出去外面的方法吧。最下面，最下面的。对。瞬移。OK， 拜。下集再见，我先回去。不是有人跟你咩吧？不说不在那边呗。有啊，只有他应对不了啊！我上次打死了。我在做梦。我在睡觉 ，Hello。